球就进，一分，两分，低一点投进两颗，三分，四分，五分，马里波，马里波有进，现在应该是七九。最后一个点，底线，十四，哦，最后一个点，最后一个球，耶！三分球大赛冠军得主陈建恩，今年三分球大赛的冠军呢是陈建恩。